观众奖金大挑战零和合，床垫达人教你买床修配波。我们每次去买床，每个人说他很专业。哎，无，我讲咱这两困哦，就是照水工，碰成你若困伤软。哦，那韩国或日本就直接躺在地上就好了。榻榻米啊，在地上太硬了。太硬也不行，太软也不行，太软硬适中。现在我都不用床垫，我都吊钢管，我都吊着睡啊，像蝙蝠侠，倒吊。